时间麻布上上啊，迈左脚与肩同宽。脚两手伸出去，肩的高度，肩的宽度，绕完左转的时候，带动脚也是七度，全部七度，左手慢慢往上推一点，掌心朝上，重的时候，这个是跟肩的高度相提，然后再往后面上身移动，到这里线过不去 ，OK， 然后往上轻轻的拖画一个，带过来，在这里，然后再往左边。右脚也要弓下去，45度，到这里你看，两个脚是平的啊，然后拖两手相对，往上走，跌成双脚往上拖，左脚脚后跟离地踮起来，朝前。慢慢的往下落，落到一字平的时候，把左脚收进来，并贴右脚，然后继续往下落。
烤水煮鹰，